这一块也不行，不至于那边的这一块。不解释。没断，那量太大。这个是大片子，那个是别人碾砸的碾出来。这小块还不是个多小的块儿，跟那块差不多，凉快的跟狮子夹子一样。没有了，赶紧走嘞！这轮子，我讨厌死，咋挖吧？你讨厌嘞！家里买的都不敢说。我那个人都来的都给八分比赛的慢慢的硬拽，拽不动。这毛也挺松，毛也挺好，是吧？